翼中最后一翼为数，指的就是文科生的硬伤，理科生的噩梦——数学。很多人数学不好，有的是因为自己从小数不清。三加九等于多少？十一。九加三等于多少？啊？九加三。十二。也有的是因为爹妈教的不靠谱。好啦，美丽，这个呢就是你今天的作业，赶快把它写好啊。好的，老师。老师写好了。美丽妈妈，快过来一下，看看看看，这写的都是什么呀？哎，二加三等于五根手指。这位妈妈，照您这个教法，女儿美术成绩应该是很不错的吧。